现在是晚上6:37，我们在延安路这个桥下面，延安高架。现在高架上开车蛮爽，应该没什么车啊。这里面是上海音乐厅，平常这个地方都有景观灯，现在灯也熄掉了，我们进去看一下吧。景观灯也关掉了，是不是太黑了？好像围起来了，哦，有可能在维修。有可能在维修。维修，可能在维修。因为疫情，上海所有的娱乐的公共场所啊都关闭了。这个是音乐厅的正门，围起来了，应该是在维修。男生倒是大世界，这个应该也关闭了。
拍了一张照片。我们来看一下啊，这边是西藏。拦路西藏路吧。目前这个交通状况，现在是6:45。还有两个交警在维持交通秩序。然后这边是西藏拦路的。段前面就是南京路，目前的交通状况，6:45、46这样啊。关了啊。刚才走过去的是几个老外，终于看到老外有戴口罩的。昨天我在外滩，南京路看到的老外很少戴口罩的。门关到了。肯定接到通知了，对吧？尊敬的市民游客，根据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需要，为了避免人员继续引发的交叉感染，本中心自2020年1月24日除夕起暂停营业，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知。祝大家新春快乐，健康平安。上海黄浦区旅游公共服务中心2020年1月23日发布的。这条是那个云南路。云南路大家都知道是一条美食街啊，云南南路的美食是在上海很有名的。我们稍微走走看看店面啊，也有开的，但是人不多。往常在路边都是停满了车。我想吃饮食这块大家都还是非常小心的。
我想吃的话用公筷比较安全。关门喽。吃过了。先得来这家应该是蛮有名的。家常菜。这家关了，这个老鸭粉丝汤比较有名，小精灵也关掉了，人比较少，这里还停着一些车。始创于1943年的小绍兴，基本上。歇菜了，店是开着，但是咋没进去呢？咋出来了吗？吃饭的人没有。这个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应该比较直接了。广西南路，前面又是延安高架，我们一直往前走就到了中山二路，东二路。外滩位置了，也还有人吃饭。
只有路上奔波的快递小哥和送外卖的小哥们。走下面，上面，走上面，上面。从这下面两根道直接通过延安路隧道的话，就去到了浦东陆家嘴的方向。
太闷了，我把口罩先取下来透透气。人少这里没事。山东南路，哎，看一下。老房子，那种木板结构的房子基本上拆的差不多了，隐患太多。这个点这里停车估计没人管了。延安路隧道，钻进去再钻出来就到浦东了。从这边再走过去就是豫园，我们往前走。空啊，七点多一点，平常这个时候是车特别多啊。戴了口罩的老外，
颇具争议的那个七十一路，就是沿着延安路高架，然后下面有个专用道。很多人觉得这条线没必要，因为它占用了私家车，本来延安路下面就非常堵，但是还是存在了。看到吧，前面的东方明珠，我们已经到外滩这个方向。到对面，对面去看看那个漂亮的七十一路起始站。
这就是七十一路公交站2020。好像进站的位置有测体温的，拍张照片。中山东一路了，晚上的人更少。又拍了几张照片。
好冷清啊。晚上的车辆还是比较多的。对面外滩的观景台看一眼，晚上的人多不多？
这块是游客聚集地，集中在这个位置，因为这个位置景观比较好。好了，今天就拍到这里。谢谢大家。